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今年呢，是美国杰出的作曲家、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诞辰100周年。这个世界上各地为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形式纪念他。我们陕西交响乐团呢，经过精心的准备，也准备了今天晚上这场。伦纳德·伯恩斯坦诞辰100年的一个纪念交响音乐会，我们有幸邀请到了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音乐学院的马图尔和这个孙方燕博士来担任我们这场音乐会的指挥和乐队首席。我特别想介绍一下这个孙方燕博士，他是我们西安音乐学院的校友，是我们赵艺勇老师和李奇华老师的学生，所以呢，这次呢，他回到我们母校，也是这母校的一个汇报。这个也是呢，这次呢，他们来跟我们合作演出呢，也是我们陕西交响乐团和美国中央密歇根大学长期合作交流项目一个内容。担任今天晚上这个低音鼓演奏的是中国爱乐首席低音鼓演奏家沙米先生。架子鼓的演奏是年轻的架子鼓演奏家葛维斌先生。非常美好的音乐享受，谢谢大家。